你下一次能够叫出他的名字，知道他的哇世界，或者知道他在做什么的话，大家会觉得特别真心，不是只有 social 而已。他会觉得哇，你会记得我，那个需要一套编码的功夫。如果你可以记得这一套怎么编码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你教你，你要自己去理吧。我是记得蜜雅，因为他是那个大胃王比赛，然后我因为我来看大胃王的节目，所以我比较印象很深刻。我是认识烟烟，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猫咪的，然后听他养一些，可能就是有到故宫一千多只猫，就印象非常深刻。他大胃王，因为我很喜欢吃，其实是跟我经验连接。像我是开猫旅馆，然后我自己有店，就是我照顾过一千多只猫，然后我觉得蛮有才。就算一直追问进度，忙得还好了没，你也不能够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台上台下不一致的人。自己的品牌，可是有些人喜欢拓展，我喜欢很多很多人脉。他是选择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，但是他反其道而行。然后就是用当地的一些新闻杂志创造话题，然后让他做一个免费的。